节目这样子，好猛，超猛的，超猛的，满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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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七，满分。等等，导播先特写，给他一个特写的上半身，肚脐那边，肚脐都烧坏了。然后头发，头发的部分我请俊怡姐来评论一下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他光那颗头就接近满分了，是不是？你哪来的 idea？ 你这整一整身让我们大开眼界，因为大过年的这样子啊，就好有喜感。先不管他那个彩带的部分有没有小凸起，但是他是定神闲的，就是一样很有喜感的把它表演完。对，然后最后还有那个他最擅长的自爆那一块，就是自爆。小PD上次自爆演出之后，他今天再次播映演出，再次祝大家新年旺到爆炸。小七老师，你对于他这个舞蹈的部分，他是搞笑，逗趣，不失专业，不失专业。刚刚那个小六两手还是很厉害的感觉，表现很好啦。但是这个东西玩两次 OK 了啦，下次要想一个新的 idea 了。真的再烧下去哦，真的危险呢。你看那个都已经烧烂了，那个肚子那边。芳芳姐，芳芳姐，芳姐，我有事情要讲。谁？小弟他现在身重感冒哎。对，真的假的？难怪我看你眼神怎么发发绿的感觉啊！不是，那是眼影是吧？精神可嘉。表演很好了，还要再博取同情分，所以这个刚还有一个，刚还有一个加分题是蓝队的队员帮他做的，那个财神跌倒，财神，太好，你做的太好了，我的天哪，继续努力，真的，你好啦，多多，你跌倒啊，你走路好好走。财神这样子是会倒霉的，我跟你讲，财神能倒霉吗？真是。好啦，小 T， 你好好站在这，我们评审给你好好评一下分，这搏命的演出，好紧张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满分，我也有满分的部分，15分，掌声尖叫加鬼吼，谢谢小 T。真的好，来小 T， 谢谢你啦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是哪一组啊？接下来红队派出的是双人组的舞蹈部分，小马的妈妈。舞蹈双人组的部分呢？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哦，消防队员又出现了。Are you ready for percussion instrument? One, two, three, four.转把七彩霓虹灯。掌声尖叫加鬼吼！天哪！
就鸡皮疙瘩整个冒上来，鸡皮疙瘩。好，不然你先讲，觉得他们这表演？没有，我觉得那个默默本来就很会跳舞了嘛，对，只是你头上去，这是造型，我觉得那个因为是七彩霓虹灯，七彩霓虹灯。然后小马真的跳舞怎么进步这么快啊？我的天哪！要感谢默默教我的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，就是他跳舞的这个整个节奏啊，动作已经快要这个越来越到这个默默他们的位置了，你知道？小马，原来你有舞蹈天分呢，真的，好好往这方面琢磨琢磨，真的是。春老师觉得，我觉得他真的很有天分啊。他们两个摆在一起，就在上面表演，不会逊色。小春老师，你觉得默默的部分，他刚刚那整个简直是好不好？吓到了，超乎常人。是这个创意很好，就是搭配那歌曲，他一直转一直转，然后换不同 combo 不同的东西。真的，还有那个小球，你去哪弄来的？那小球还打到我头，真是。好，来来来，俊逸姐，没有，我就觉得我牌子不够用。啊、真的假的？ Yeah!看样子是有好兆头的感觉哦，评分的部分好不好？满分！柔嘉，你觉得应该是满分是不是？我觉得是20分，没有20分啦，我自己帮他们加，你自己乱加就对了。好了，来喽，1、2、3。我给6分啊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创意十足，然后舞蹈不逊色，这个媲美淘汰赛了。真的媲美淘汰赛，这边5分4分。是啊，这个人根本就过分啊！明明就说比赛规则最多9.5分，你就破坏规则。姐，干嘛采奈？这是我的节目啦。干嘛采奈？没办法，一起总监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好啊，这样加起来是多少分？15分哦，满分没错。请回座，来来来，蓝队的部分现在紧张了。哇，接下来的各位观众，我们要派出是两位非常可爱的美女，明明以及彤彤。